宝贝，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了，宝贝，两天都不见了，我想你家医药费了。我摆烂了，摆烂了。摆烂了，摆烂了。那我们搞你摆烂也可以把我打成纸片人的。那没有没有，打不了的。我们很温柔的，我们这把就是输了的，就是要输了的，就是要夸对面的榜一，往死里夸，夸十个优点。行。行吧，怎么是十分钟？你刚刚又跟别人打榜。哎呀，我搞错了，重新连吧。真好，每天跟别人打榜呢。好，重新连。那我们打个榜吧，要不优雅。谁跟你打榜啊？我得喊人，我提前喊人了，我才能打榜的。我们12点打榜嘛，12点，约个打榜嘛，有意思，打榜有意思。你这打一个没意思。打榜几啊？榜五。打榜几？榜五。那我去找人吧。那就是榜五，然后总榜加尾数。好，然后我总榜尾数，输的罚什么呢？输的，你说呗。要不就那个躺枪不是？对面大哥搓澡，谢谢姐妹续费搓五个部位，搓澡行，搓澡这个好，行，那就12点再见，12点再见。啊，12点见，好，12点见，嗯，挂了啊，嗯，好，约了个优雅12点，兄弟们。也就20分钟了，不要走开了。12点榜五，我算一下哈，二姨弟弟、汪汪哥、小猪哥3个了，二姨弟弟的小号4个，汪汪哥能开小号吗？汪汪哥，还有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能打榜五的兄弟们？我们直播间现在有没有可以打榜五的？出来跟我说一声，我可以，我就把你算进去了。我们要5个人。榜五需要5个人，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人固定了，还差2个。有没有人可以打榜五的跟我说一下？我们打榜五有福利哦，只要帮我打了榜五，今天点歌都是免费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说，只要帮我打了榜五以后，你就是我的自己人了，就内定了，就是什么福利都给你。我不是无忧的。欢迎北京大小第4名懵了。小猪哥你已经内定了，小猪哥我不管你是内定的啊，小猪哥、汪汪哥还有二姨弟弟3个是内定的。二姨弟弟能开小号吗？二姨弟弟得开一个小号呀。汪汪哥能开小号吗？汪汪哥能开小号吗？汪汪哥好久没打榜五了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啊，说实话好久没打榜五了，还有点小激动呢。真的，我多久没打榜五了？有1个礼拜了吧。欢迎公公，我们直播间有没有现在在的，然后能12点帮我打榜五的，你只要占榜五就行了，差不多应该不会超过，哦，不好说，可能要3000票。优雅家最近不知道什么条件，小猪哥优雅家最近什么条件？小猪哥，我不知道有多少票，以前是1200票，现在可能不止，就2-3000票左右吧。你哪知道？你不是最近优雅跟优雅混得很熟络了吗？优雅家最近是什么条件啊？小猪哥他要拉人的，我估计他肯定不止1200票，因为上次我给他打榜五他就打1200票然后输了，所以这次他肯定会超过1200票，我估计是2到3左右。欢迎老鬼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把大丑哥喊过来。不行，还少一个榜，必须喊一个大丑哥。最近有点小忙，没怎么看。我最近也是，我喊一个大丑哥，喊一个大丑哥。我喊一个呢，喊一个大丑。大丑哥还醒着吗？大丑哥，12点要打榜五，打优雅。嗯。看能不能喊过来哦，最近有点小忙，没怎么看哦，辛苦啊，小猪哥还是非常优秀的，为了工作拼搏的一个男人，我觉得为了赚钱拼搏的男人都很帅。怎么办？我们还少一个榜哎，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哪个大哥可以留下来帮我打个榜五啊？就差一个人了，我们榜五还差一个人。榜五还差一个人，兄弟们，榜五还差瞎子，最近好久没来了，我要邀请他参加我的周年庆。
小猪哥，你记得来参加我的周年庆哦！小猪哥是11月14号礼拜一晚上9点钟开始，我有一些内定名额，是12级以上灯牌的，我都准备了奖品，就是定做的奖品。12级以上灯牌的，我都准备了定做的奖品。12级以下的可以抽奖，12级以上的也可以抽奖。就是12级以上是必有奖品的，所以要来啊！你不来你就没有了。所以你们在11月14号晚上9点钟到凌晨2点钟，必须在我直播间抽奖。欢迎 Happy， 是什么奖品？到时候就知道了，现在不告诉你们。对，我给你准备了奖品，小猪哥，定做的。我给你定做了一份奖品，到时候一定要来哦，不来我白做了。来，然后谢谢我们虎大的点赞。我们还有15分钟，有没有直播间的大哥啊？90多个人，一个人都没有吗？90多个人，一个人都没有啊！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可以留下来帮我打榜的大哥？只需要一个人就行了，4个人都凑好了，就差最后一个人了。iPhone 14 Pro Max， 暗月子，你把我想的也太有钱了，说不定有啊，说不定有，说不定有。嗯，欢迎王天成啊，就是11月14号，我是我的周年庆，只要是我粉丝团灯牌12级以上的哥哥来我直播间，100%有奖品，我给你们定做的，每个人都有啊。然后是我粉丝团成员没有到12级的，还有所有12级以上的都可以参与抽奖，抽奖抽中的东西是我包邮给你们寄到家，就直接送给大家的。嗯，华子不能拿开呀，拿开不能播啊哥，拿开的话播不了，播不了。大家点点赞哦，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然后查查伦能不能帮我占个榜？查查伦，我还差最后一个人榜五，还差最后一个榜五，查查伦能帮我占个榜五吗？查查伦，还差一个榜五，榜一到榜四都有了，就差一个榜五了。欢迎穆小白，我们打总榜榜五加尾数，大丑哥来了，大丑哥。大丑哥12点榜五正好你来了就齐了，大丑哥来了就齐活了，大丑哥5个人最后10秒5个人一人丢飞机，这好像是可以赢，但是就怕有一个人掉链子了，就是掉地上了就会那就会翻车。大丑哥12点打榜五，12点打榜五，打优雅，我现在来内定一下，二姨弟弟小猪哥旺旺哥大丑哥还需要一个小号。二姨弟弟的小号或者大丑哥的小号，大丑哥你能准备小号吗？二姨弟弟能准备小号，二姨弟弟不回我，能不能准备小号？欢迎于可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大丑哥差不多，你们不要说出来，万一有间谍在怎么办？万一有间谍在他就知道了。欢迎刺眼的男人，今天怕是不行，那没事，我让二姨弟弟准备小号，大丑哥你负责你的大号就好了。大丑哥负责大号就好了，二姨弟弟你准备一个小号，二姨弟弟准备一个小号，可以吗？你不回我，你不回我，我就不知道可不可以哦。或者汪汪哥准备一个小号，都不理我。嗯，多大码的脚？36码。欢迎于叔，欢迎天哥，欢迎用户。12点我们打榜五，打优雅，好久没打榜五了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啊。欢迎哈哈，我终于可以狗头军师一把了。大丑哥14级了，对呀，小猪哥你要加油了，大丑哥旺旺哥都14级了，就差你了，就差你了，赶紧到14级啊，14级到了，16级还远吗？16级就有福利了，16级有福利哦，我二姨弟弟知道的，我给二姨弟弟买了个电脑，我给我们直播间二姨弟弟18级的男人，我给他买了个 iPad。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天哪，我给他买了个 iPad 直接送给他了，我跟你们说真的，就是所以说当我大哥肯定是非常赚的，都可以主播给你送电脑。欢迎思达，你还差27那快了，不是铁饼啊，这个不是画饼，我真送给他了，他已经收到了，我顺丰给他包邮给他送到的，我天哪，我自己都舍不得买，我自己都舍不得买，我就给他买了，我连14我都没舍得换，我就给我大哥买了个 iPad， 比我14还要贵。嗯，谢谢大丑哥的抖音，谢谢大丑哥，欢迎范，欢迎 King， 所以你们升到18级也有啊，16级也有，18级也有啊。欢迎秋山，
谢谢大丑的比心，还有十分钟我们准备哦，还有十分钟准备哦，大家不要走开哦。但是我感觉现在还是有点心中不踏实啊，因为二鱼弟弟、旺旺哥、大丑哥都不回我，能不能开小号啊？如果没有人开小号，我们现在才四个人哎。双十一居然没有满任务啊？现在满了吧？双十一没有呢，双十一不是在直播呢嘛，待会下播了再去买。我要去买那个战斗女仆装，就是穿白丝的那个，那个胸很大的那个战斗女仆装。我下个礼拜要拍女仆装。暗夜子稳了，那你先升18级啊，小猪哥，赶紧升啊！今天好好打打榜了，今天好赶紧往上赶赶进度。欢迎7528。欢迎21，谢谢，欢迎没事抖一抖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完了完了，那还差一个人，我再拉一个人，我再拉一个人，我人都不在，用啥打？我不是最近都在了，前两天不是缓缓嘛，天天直播累死了，累死了哟。欢迎用户，谢谢冯阳的点赞，咱们谁还能开一个小号啊？二一弟弟开不了小号。汪汪哥能开小号吗？大丑哥能开小号吗？小猪哥呢？小猪哥有小号吗？完蛋了，差一个人哎！查查轮能不能占一个榜？查查轮，我现在开始拉人了，还差一个榜，不说电脑还不来气。哎呀，你别了，关键时刻9分钟了，别来气了，还差一个人，我们先把这个人找到啊。55000变成15000。55000不着急啊，对不对？人生还有很长。15000也不错啦，我自己都舍不得用15000的。欢迎时空超级宇宙，欢迎天王星，欢迎大胡子。买水货了，不是水货，是真的。这样姐来帮我占个榜，这样姐，这样姐，待会我们12点要打榜五，能不能准备3000票帮我占一个榜？这样姐，3000票就够了，3000票就够了。这样姐，能不能帮我占个榜？你会不会打榜啊？这样姐，你帮我占个榜啊！待会我四个人都凑齐了，就差最后一个人了，你就是我最后那一个人。12点我们要去打榜，我带你一起打榜，我教你怎么打，我让你上什么你就上什么就行。嗯，给我直接发，你不要。什么东西啊？暗夜子啊，算了，省点能省一点是一点呢，省一个14 Pro 还能给你买个耳机呢。天哪，我也太好了！欢迎田园好凉，欢迎皮蛋，可以给你买10个耳机呢，我省一个14 Pro 可以给你买10个耳机。欢迎 FF， 欢迎奥苦，欢迎 KK， 大家能。哎，怎么办？还差一个人啊！不会站不起5个人吧？还差一个人哎，兄弟们，有没有人还能开一个小号啊？欢迎天天好运气，这样姐能不能开一个小号啊？这样姐，欢迎不能飞的猪，预备队啊！对，查查轮准备好了，可以。啊，这样姐不用小号，这样姐你就开大号就行了。这样啊，你们没有打过榜的，这样姐我教你怎么打，就是待会儿呢12点的时候我会连一把 PK， 然后12点的这把 PK 呢是我们在打榜。打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需要5个人来给我上票，一个人上票赢了不算赢，要5个人上票，我们比的是第5名谁的票多，懂吧？所以说就是你要帮我占一个榜，就是你要帮我占一个第5或者第4。怎么样可以占第5第4呢？你要上票，上多少票呢？待会听我号令，我说上什么你就上什么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我就是军师，然后我们12点准时开始啊，大家都不要走开了。来，我们名额再报一遍啊，我们的榜五现在预备名额，不是预备，现在是确认名额。二姨弟弟、汪汪哥、大丑哥、小猪哥、这样姐、查查轮属于预备队啊，如果有一个人翻车，查查轮就顶上。预备队也不能走啊，我们要准备好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打榜非常的惊险刺激啊，需要大家每个人都在才可以啊，万一有一个人不在我们就翻车了。对，所以必须要我刚刚报到的名字都得在。欢迎带着爸妈去旅行，欢迎夏天，如果我们直播间有还有可以打榜的也跟我说一声，我把你算到预备队里。打榜的话需要准备多少票呢？就是4位数的票肯定是要有的。因为对方也有实力啊，不是说对方没有实力的，对方有实力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准备一下。嘿嘿嘿，来啊，好。
好啦，喜欢我可以加个团，可以加个团。欢迎旺财，谢谢洋洋的关注啊！现在55分，还有最后5分钟啊，大家准备一下，最后5分钟的时间，待会我们就去打榜了。欢迎深海霸主，欢迎恩将军，欢迎 PIG。然后尾数的话，二爷弟弟帮我控一下，二爷弟弟，尾数帮我控啊，8或者9都可以，尾数一定要控好了，千万不要搞成一个0或者1就行。欢迎吉林加油，谢谢深海，深海霸主，霸主，我们待会去打榜啊，你能不能帮我当预备队啊，霸主？预备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待会儿如果万一有一个人掉链子，我让你上你就上，好不好？我们目前正式队员是正式队员是爱爷弟弟、旺旺哥、大丑哥、小猪哥，还有这样姐。如果但凡有一个人掉链子，我们预备队是查查伦和深海霸主，你们两个必须要顶上啊！好，我们战略安排好了，战略安排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我们实战了。还有4分钟，你就白嫖，那行，那你就先缓缓吧，你就帮我点赞就行了。一会儿，那预备队现在就查查伦一个啊，还是有点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好久不见，还是有一点危险，但是没有关系的，我相信大家可以的。好，目前就这样吧，还有4分钟，我们准备去了，准备上了，兄弟们，还有4分钟，不要走开哦，最后4分钟的时间，加油，今天一定要赢，加油加油，欢迎小学生，欢迎 KK， 我们听会儿歌，最后4分钟的时间，听个林俊杰的歌吧。这个袜子叫袜子，欢迎小橙子，战争前的安静，欢迎迪迦，最后3分钟，兄弟们，最后3分钟，欢迎浮光，我洗碗，波波视频不是给你发了吗？给你发了，只是发的没有完整版。给你发了一个，欢迎乐乐心，欢迎莫文莫雨，欢迎莫文莫雨，不要走开哦，我们12点要打榜哦，大家不要走开哦，12点要打榜哦，欢迎思念，欢迎金属，谢谢我们深海霸主的棒棒糖，一个还不够你看啊，你要看多少吗？沉入海平线，手中你为爱任性一个圈，哥哥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断绝忘记老虎般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，哦耶，谢谢迪迦的点赞，谢谢迪迦，2分钟，不要走开哦，最后2分钟。小时候几年前听了几百遍，你还看我直播，看我视频睡觉，很优秀，很棒哦。谢谢迪迦的点赞。真有人看我的视频睡觉的呀？我们直播间有多少人看着我的视频睡觉的？我的视频是很助眠，是不是啊？有这种功效。谢谢迪迦的点赞，谢谢，欢迎维维，这可睡不着，没有，他说的是我早期的视频，我早期的视频是不是现在这种类型，早期的视频比较助眠，现在的视频比较精神，嗯，还有1分钟，兄弟们，最后1分钟，来，我设置一下吧，我设置一下，待会我们直接就是5分钟啊，不，我们不打10分钟，10分钟太久了。欢迎金属，欢迎大家。我设置一下，给它搞成5分钟的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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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欢迎雷仔，欢迎大家。喜欢我可以点点关注加个团哦，谢谢迪迦的点赞，谢谢迪迦，谢谢远方，来12点了，准备，兄弟们准备上了，嗨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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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小海盐还在呢，现在小海盐还在播。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嗨起来！小海盐还在呢，现在小海盐还在播，小海盐还在播。这是几分钟的？五分钟了，五分钟，哪十分钟了吧？我人还不够呢。那行，那行，那我先挂，重新连，重新连。好，设置一下时间连我。好，嗯，那我们打个十分钟的啊，打个十分钟的，兄弟们，打个十分钟的。欢迎山鱼辣椒，他人还不够啊，那我们应该稳了。他说他人还不够呢，打个十分钟的。欢迎山鱼辣椒，他人还不够啊，那我们应该稳了。他说他人还不够呢。